多好。嗯，来，媳妇，记得刚才咱这又给你刷了，啊，媳妇别着急哦。嗯，好了，媳妇，谢谢你啊，媳妇。我说猴哥没事搁家戳土吧，今天搁这装车里头，下回再倒到别处去。干活没办法，老百姓就得干活。前进呢，有一堆土搁这块堆子，他一共是倒了五个地方。我说没说冤枉你？冤枉我也没找，猴哥就是出大力的人，要不下雨冲哪都是。嗯，我屋里老多活了。你看你吧。啊？你看，都装这里。不上树就铲土啊！再一说就啊，我袋子血糖高，砖头子往哪撇去了？俺就这院里就是来回折腾啊！我是生命在于静止。哎，猴哥运动，我进屋了。掌柜的，掌柜的不闲着，我也不敢怠慢呢，在一边一会儿喊，给我递个这个递我，那个递我，我得在一边伺候着。一轱辘车还没修好啊，不三四个呢吗？都扎了，你一会儿扎三台，扎三台车。哎呦我，哎呀，我这拍一拍猴哥干这个，我愿意拍，这没啥危险，瞅着不担心呐，就是看他忙叨。忙叨不忙，哪有钱花呀，哥们？你干这个谁给你钱？我不给你钱。你得给我钱。土的管理也挺严，土里边不能有石头，土里不能有石头，垃圾啥都不能有，土就是土。对。人垃圾站收这堆土，跟前没有收的哈，得走老远了。走老远了。哎呀，掌柜的你忙吧，我也忙我的去了啊。我来买咖啡来了。咖啡店门口一个同胞在那要钱，我没带那么多，我就带了四块钱。我进去买了两杯咖啡，除了我给他一杯，我带回来一杯。完，他用中文问我有没有五块钱，我说我没带，我就带四块钱买咖啡的。我是准备买一杯咖啡，一个那个牛角包。我说你没工作吗？他说啊，工厂工作就一块钱一个钟，不可能一块钱一个钟的。到了讨要钱的地步还是有难处的。猴哥，哎，刚才拿回几个蛋啊？要我搁那鸟窝里，我能不能孵？那啥蛋呢？不知道，那大树里的蛋。在大树里啊？不知道啥蛋。你搁哪去了？搁那鸟窝里，我看有没有鸟上的孵化出来。累了，歇会儿。儿子让我吃饭去了。嗯。哎呀，自己带点酒啊。我们来吃烤牛排来了。猴哥吗？吃完能随便换吗？哎，我给你花钱买的了。这啥？烤鱼啊。鳕鱼。大牛排。哎呀，喝点酒。儿子做的。不能来了，兄弟。保鲜盒直接给兄弟带点。昨天你要不要这个？鱼特。蘸酱。我这昨天来的。行，再见。猴哥香不香？你等我了。老香吗？不是废话，老香。你看这个，爱吃鱼。这个一点刺儿没有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嗯，这什么调料？鱼小片腌的。说牛排是大连烤的。老妈，你俩合作的。浇花，你看这些花，天天晚上得浇水呢，好操！估计这两天累的有五迷三道。汗渴，下点小雨根本不大事。这个里头你说浇几桶，猪猪浇了四桶，还得雨水。刚上完化肥，大半桶化肥都上上了。这花长势好，你看这花，这个院子也不是大伙谁都打理的，这很累的。你看这一盆一盆的，他自己后头自己搭配种的。这天天花贵。每家县这个单位都不少花钱，嗯，那我帮你浇吧来。你看这去年那盆拿出来又晃晃，你后头回来。哎，这花才漂亮，开一年呢，一个夏季一直开着。跟那猫瞅呢，叫啥？猫猫过来，来，猫猫，猫猫，你叫就过来，猫猫，来，猫猫来，上爸爸这来，来，来蹭我来吧。就是加拿大的晚上七点半，国内的早上七点半，你看上怀里来了，你看。你整这玩意干啥呀？啊？干嘛这叶子？小花叶。先要挤透透气，太密了。这花剪完搁这筐里不能乱扔。你后早回来，你看把这盆花伺候。哎呀，整啥玩意挨啥累反正，累高兴，把这花开。这是去年一盆，一半是玻璃脆，小星星草啥的。挨个得剪，挨个盆都得修剪，看这花。好几天了，这剪也，反正。
干枝、干叶、剪叶，下边通风好，要不太腻了。这都是他送的花，你看这几个回来的。去年我是一盆没栽。刚刚上的花盆又浇了一遍透水，这花现在两三天就得浇一遍。现在挨着我睡，你这闭不合眼的，哎呦，大尾巴摇啊摇啊摇，摇大尾巴，你瞅瞅，太懂事了。